如一剑，永远比挑战者先到，永远穿着一套崭新的衣服，永远在身旁停放着一口为对方准备好的棺材。哼，段长青，你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。改了规矩，变了样子，就配不上风流断剑的雅号了。再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这场死亡的挑战到底不是儿戏，念在练武人的情分上，我不忍让你的尸体苟啃日晒。话别说得太早，我再问你，有一传说，你每次杀死对方就将剑削断一分，此话当真？名不虚传。不过传说常会出错，并不是我自己将剑削断一分，而是我这把剑刺进对方的骨头中扭断一分。一派狂野。不是狂野，是我的剑法练到了顶峰，剑气越冷，傲气越勇。傲气乃是剑客的精神支柱，也是剑客的灵魂。我这把长戟刺穿过多少人的喉咙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听清楚啊，说多了怕吓坏了，少说也有百来个。哦，这数目相当的惊人呢，恐怕全是些无名小卒吧。嗨，不过我却不同，死在这断剑之下的不是武林名家，就是江湖豪客，就像你连三一样。见识一下我这把断剑，死了也该瞑目。